宣布说要跟江启臣委员搭档参选，然后争取这个正副院长这个选举，您更怎么看？好，跟大家报告哈，我当过六届的立法委员，所以我知道正副院长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正副院长呢要能够公平的主持议事。那第二个呢，一定要以人为本，不管是预算或者是法案，一定要以人为本哈。那当然站在中部的立场，为了中部的发展，为了中部得到更多的重视跟资源分配哈，我个人是支持韩江佩啊。那尤其呢在副院长方面，我们乐观其成，乐见其成啊。市长蓝白合作在台中算非常成功，谢谢。为了第一院长蓝白如何合作？好，不谈选举，不谈选举，谢谢哈。